因为这几百年的时间，噬魂阵出现了松动，从噬魂阵的裂缝中跑出了鬼王残魂，附着在鲛人的身上。你是我见过第一个被黑化的神。不过鲛珠应该暂时可以克制住。我昨天晕倒了，你们俩发生了什么？快告诉我。这噬魂阵本是禁锢鬼王的灵魂而设下的阵法。 因为鬼王残魂多年来的侵蚀，在阵法中孕育出了三大妖魔。